大家早上好。这个一会我再分享我对梦想，刚才听人家的梦想里面的一种直觉的一种觉悟，没有想过梦想。这孔总讲的时候我就想，不过英语是可能是这个时代的梦想，是一直是人类的梦想啊。我们从小很小小孩子都知道，人类其实有一个梦想，它一直天人合一，是规律。我们是个小宇宙，跟大宇宙是共鸣。就好像刘波老师说，从我们的零维度，我们跑不到 N 维度，我们可以到零维度去跑，定下来跑到零维度，过一个黑洞，你就可以到了 N 维度。零维度比较容易走，还有才三维 ，N 维很多的，对吧？所以你从零维里面去做，定下来，跑到零维，过了零维，你也发现 N 维。它不是要线，它是天人合一，我们就是宇宙，宇宙就是我们。你定下来走，就拿到宇宙的智慧。人生的方向，我们呢前几天一直在谈，总结很多。第一天，我们明白了，其实我们是创造的，我们创造了身体，我们创造一切，而我们的创造过程叫做演化的过程。因为我们的表达，就是好像刘洪教授说的纠缠表达，跟本质是一样的，两个像的问题。那么这个里边，其实我们人类是个万物之灵，说我们现在可以自己决定我们怎么去演化，也觉醒了从科学里边觉醒的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生命科学家量子科学家都证明，这个是现实，这个是 reality。 那么我们跟这个文化界老师大家谈，包括了这个西方的核文化和东方核文化的老师，因为科学不是怎么活，它只是证明了一些什么是现实。他们的现实带来的文化，文化是活出来，这样想出来、活出来、认知的。你怎么认知，你慢慢就活出来，就信仰是这样生出来。那我们第一天谈了这个问题，第二天我们讲，如果这个是真的，那未来会怎么样呢？未来的生活。为了怎么样？我问核文化的生活怎么样？因为他们，我们的进化是从简单到复杂。为什么从简单到复杂？因为它在核的方向走，越来越核，越来越核，所以这个体系就看起来很复杂。其实我们觉醒到这个复杂了，认知到这个复杂，我们的认知的程度决定它的复杂，它没有变，它就是这样，自然现象是这样。不，我们的认知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觉醒，让我们明白这个越来越复杂，不再越简单，直到找到真理。找到什么的真理？就是静，就是定，在里边天人合一。其实我们生出来生命的意义就是这个过程。当然孔总说明道、修道、得道。明道就是打出这个真理，明白这个真理；修道就跟着他走。跟着他走的时候，我们就表达，就创造，创造的得道。从前中国文化，
道德不是这个德，是得到的德。你顺道而行必得，逆道而行必亡。后来变成后天宰地的德，就是世道以后得的德。所以我这个因缘是什么？是时代创造。你看见我们是这个时代这个空间信息创造，而它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它是煲汤的东西。这个煲汤的东西呢，要有药啊，也有客人去喝药啊，对着这个客人他有什么药放在这个汤里面才煲成一个药，对吧？我们在煲汤，全世界的药都可以来，西方的药、中方的药，所以我们搞广和医学，身心灵什么派别，只要你是真的，只要你的是真正的用爱人之心去卖药，是你的是真的药，假药我们就完蛋，一锅汤完蛋。所以我们的功力就是能找到什么是好药，什么是真药。我这个功力还不够大，正在做这个事情。不过我发现这个不是在外边找的，是我里边找，我把里边那种我本质里边的不够诚意的心洗干净，还有点贪心啊、痴心啊，我在做这个层次，我就会在吸引好药来。我这里是煲汤，客人来了，我为他采药，煲完汤给他吃，使得他会醒过来。这个药是醒过来的药，因为我们太病重太深了，所以不同的病状要不同的醒的药，觉醒的药。所以阴郁的梦是什么？煲汤。阴郁是怎么创造出来？不是我创造，是时代创造。你看懂了吗？是时代啊，金种新种新时代创造阴郁，我只是他的工具来煮这个汤，可能就是知天命。不过我已经不止五十，不过我也开始顺应人家讲啊讲啊讲啊，各式各人跟我讲都可以，我有时候还不搞顺，因为有时候也蛮烦的。应该怎么做啊？应该怎么做？应该我说我怎么做？不是我决定的，是他决定的呀。他是谁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这里面我可以分享梦啊。我在想梦想，本来我做这个梦想梦想呢，因为大家都在做梦，中国梦、美国梦，大家在叫梦。哦，我想对，梦是对的，因为我们不是说了吗？我们是我们创造的，我们相信什么，我们就为了变成什么，对吗？而昨天我们也看过，将来的世界是什么？将来世界就是我们的物质文明跑到尽头了，现在是精神文明出来。哦，昨天是个我们对话没有排练过的，从心理学家、社会学家啊、经济学家、投资家，我们在没有排练过，他们都是最早那个是2:45啊，大家沟通一下，晚的是3:30才到，根本没时间沟通，所以大家都同意，精神文明必得来。所以你知道我们是不是时代创造？这个梦不是我做的。那么梦想，梦想，我在想哦，梦想中文字，有些人都说大家讲中文字是非常很有意思的啊。和物这样子，我第一次听，原来物可以做起来的。那么梦，就是听他们的时候，我在想梦，
梦在发生的梦，梦不就是我们下意识在作文，下意识的表达。我呢，大部分时候醒过来不记得这个梦，我记得这个梦也没有想太多，想过也想不明白，所以我对梦想还不太了解。不过呢，我知道做梦不好，因为中国人常说不要做梦，不要做梦，对吧？做梦嘛，就是胡思乱想，越来越乱。大部分的梦是贪里面出来的，吃里面出来的，所以不要做梦。那么不要做梦，那么这个梦想怎么出来的呢？我发现是梦做出来的，是梦做出来的，不是我们做出来的，是梦做出来的。那些那 make sense 啊，这为什么呢？那些这些这个神经学啊，他你的下意识出来的梦，就是我忘记了，在深的层次的深的认知，深到你都不知道你在认知。那么深层次的认知在做你的梦，所以不是这个做梦，是梦做，还是有时候做怪的。你不想做，他逼着你下意识要做，所以我就是梦做出来的这个。这样梦做出来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的啊。反正我常常人家问我很多，反正我要，其实我找了一个结果，那个结果，那个结果，那个结果，为什么要这个？从这个做生意，我就觉得生意的结果，为什么这个生意要做？从一个个人的每一个都问我，其实我很多原因其实都是假的，因为跟他沟通了，只可讲一个东西给他听听，不是他们就不放过我。尤其是记者，绝对要找一个合理的答案，因为读者要听。那么这也是很少的在说，怎么做出来的梦呢？他会给你看到，看到之后。就不能不看到，他就捉你了，捉坏了。你转左就看到，转右就看到，都给你看到这个现实，看到你就逃不了，对吧？那很简单啊，原生家庭，对吧？你可逃，我躲不了，啊，对吧？晚上醒过来，哎，原生家庭，像你妈妈还是不是？白天甚至在洗手间有时候也会的作怪，直到你浑身的感情上那等放不下，追着你，追着你，影响你，时时刻刻的会的跳出来影响你，逃不了，躲不了。这个梦啊，我在深深的考虑，这个很深层次的认知叫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不过我妈妈常常小的时候说，这个是我们发的愿，我们的愿力在里面出来，是我们的愿力做的东西，不是我们认知。所以我在梦里面什么叫梦想，想不出来，看不见，因为这个愿力是我们深深里面的认知，到最后的认知便是天理。就是刘峰教授说，最后的这个是真正的创造者，在这个不同层次的表达，它才浮出来。浮出来的时候呢，给你看到，这个看到做什么？觉醒。觉醒的不是说哇，不是的，它是点点滴滴的在醒。人类这个觉醒的过程，就是我们的演化的过程。也就是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复杂的过程，因为我们越来越能够看到整体的真相。那么为什么是复杂呢？因为还没有看破的那个智慧，还没有，还有跟他斗争的思想，是应该这样子。这个东西这么复杂，不应该这样子。不，你看到了，不跟他呢有冲突，
内心中应该这样子的呀，为什么是这样子的？做复杂了。如果你心态很平的，什么都可以接受，怎么会的复杂呢？很简单，你没办法，你知道无常，就接受这个缘，随缘。你看我们智慧的很简单，你一随缘了，你接受一切了，哪里有什么情绪？你在接受里面有公平吗？有这个内疚吗？有这个羞耻吗？要原谅别人吗？要原谅你吗？没有了，你接受随缘的，一切复杂的都没有了。你把这个心弄好了，一切都很简单。我们这是个灵性的体，正在创造这个物质的 Disneyland。 我们创造不同的游戏，我们创造一个人类做的世界，在创造一个虚妄的我，在这个虚妄的世界里面玩，死的无所谓，再创造另外一个我，在里面再玩，再死的走。好，我们比赛，我现在你来，两个人一起玩，甚至我现在到网上一起玩这个虚妄世界。那当我们明白了一个物质文明怎么会变成精神文明，因为我们认知了我们不是个物质的人，追求什么也不是，追求灵性，我们其实是个灵性的人，正在创造物质 Disneyland。 这个变化使得我们这个觉醒，就是心中心时代的醒过来，就开始跑这场物质文明变成精神文明，只是我们对人的解密，我们对自己的认知。之后我们不需要做很多，慢慢慢慢我们的愿意出来，让它出来，让他创造。所以我不是创造的，是他在创造，他只是在里面经过我的佛出来。那我是什么呢？我是煮汤的大厨，去找药，找有病的人，哎，快点醒啊，你不是这样子的呢。我用这个药，有时候是药种的，这些需要药酒，给他几杯迷幻药，是真是假的不知道。突然发现说，我要醒过来，我要醒过来，太迷幻了，我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，对吗？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，我知道我的使命就是进化。因为我没得挑选的，知天命就是我没挑选，你就跟他走吧。就是不做梦，给梦做你。梦做梦想是什么呢？我的理解就是，你在梦做好了，你去想一想，哦，看到了他做什么，你做完了之后，你知道，我想一想，原来这个就是梦做出来的东西，我看到，想一想，原来是做煮汤的人。还有一个很好的消息，我发现煲汤的人是最好，因为呢，他每下个药都试一试，每下个药试一试，所以最后呢，他所有的药都试过。对吧？所以所有补药都试过啊，那个神农氏不样子，可能会怪一点这样的。所以最后的得一个最好。那很多人拿着仙丹来，只有一粒，那我试过的你们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也有它的好处的。其实我发现，我也希望你们发现，从能量里面给跟拿是一样的，只是它形象不一样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给人家要的东西，好的东西，
你要逼得拿到你真正需要的东西。所以我做很多事情，我不是慈善，我根本不是慈善，我做这个东西全部是自私自利的，因为我知道给是比拿有，拿有强，强到后来也不好了，我送给你我不要，累得要命，这个方式不好。聪明一点，知识要知道极点的知识，就是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我爱你，我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好了，你爱就拿到。我在说爱是很重要，爱是怎么拿回来的？爱是强啊！你爱我就应该是这样子，你爱我是应该这样子，到后来都很痛苦。那如果你去爱别人，你就非常可爱，不可能不爱你的。那你爱我吗？这么一点点啊，你爱我吗？爱，因为我也爱你。这个爱分手抱来抱去，那不是那个小孩子的爱啊、哦。这个爱就是我们共同都在进化，共同在创造的爱，共同明白，真正的是我好你好大家好，才是真的会的好。但是小孩子这个道理，因为我们在体系内的体系内的体系内，包括我们人也是个体系，这个体系不好就不好。一条鱼在养，水不好，生态环境不好，你更多的营养给这条鱼长不大。环境好，水好，鱼自动会吃健康。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你知道爱人就是我在我们当中生存，我不可能单独生存，我逼得去我是我。那我们想我你和我们这个分的概念就变了，和的概念不是连起来，是我丢在我们看到，原来我在我们，啊，这个也不需要到高维度啊，这个很低的维度就可以看到，你们现在就看到，其实我能存在我们里面。当你的想法是这样想，你已经开始爱，你们不好，我不回来，因为其实我们是不是分，所以这里面有很低的低的觉醒。这里有很好的不同的，还有呢，我这个汤有个特性，这是很好玩的汤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讲 Disney World 一样，真真假假又很好玩，不好玩你会来吗？当然不会来。不好吃你会来吗？也不会来。不漂亮的吗？也不会来。所以呢，一定是迪士尼乐园的身心灵中心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已经看到三天的论坛，我们发现我们的探讨，几十个学者的探讨，探讨未来，探讨本质，谈出来的第一天的本质进化，第二天的谈到未来，做了结论，对吧？今天看到梦怎么做每一个人的上面，就是第一条，很空虚的他投降于他的梦作，他感觉心里面有人，小孩子跟父母，我不知道他长大什么样，可能有创伤，好像刚才女士说有创伤，有的长出来，有的男生，所以我们这个只有梦作的表。你从你的梦做的表达里去想一想，你就知道这个是你的梦想。今天我们到了你第一届的闭幕的时候，我们就再给你们多几个小时，如果听得太多课去玩一玩，这里的课程都是对身心灵好，都是为了我们好。还有我希望来这里的人不要介意，也不会的问你是谁，我是谁，
所以我们的明星 party 要带，如果你们去玩过的，会有神奇的纪念，就是你放了个面具，白面具上去，你把我是谁的面具拿下来，你拿下这个之后，最主要不是我是谁，对吗？我们就可以连接，我们真正的想知道你好吗？真的你好吗？因为你不好，你害死我啊！我们是一体，所以我要关心，不是关心你是谁，是关心，关心我们不好的，你会害死我，因为我在我，在这个氛围里面，一个叫朋友，不介意，高高低低，年纪大，年纪小，对吗？高知为政，有钱人没钱人没关系，你是谁没关系，在英语你是谁没关系，你怎么了有关系，因为我是卖药的。我再讲一些，因为为什么讲呢？因为他们给我一个时间又讲那么长，所以让我要把这个时间用掉，让我要加一点，直到他们打一个时间三分钟，嗯，就可以停止。我没有手机也不在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。不过你随时可以举手叫我停，让我会讲三天三夜，因为不是我在讲，而是上面在讲，说出来。我们的水中天英语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看这个圆的当中一个方的，是不是从前的我们上海人懂得外圆中方，对吗？就是太极不停的变啊，无常的在变，不，它有规律，它有本质，所以它是通的，你不变你就不通了，脑子都矮板，所以一定要变。不过你变，你不生根，我来不及，我那不是从地方去。音域是什么？我们是光阴里边创造的世界，本质是光阴世界，我们是能量，就是量子科学要学好，你学好了之后能明白，我们就是光阴创造。光阴的规律就是本质。那么刚才刘宏老师把他是说光学的嘛，就是光阴的本质跟各大宗教中国文化结轨，解释这个能量的道理，让我们不停把到界限这个世界观弄好，我们就有一个把人类智慧可以完全在这个时代用起来，把每一个宗教每一个文化里面的真理再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认知，把人类的空间跟这个障碍慢慢打开。这不是全球化吗？全球化是什么意思啊？全球的人都化掉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英语。刚才那个水中天也是的，不过水中天呢，其实我们设计师来看的，这个我们的 branding agent 的品牌设计纽约来，他来一看，好美，水中天，他说咦，这个名字很好哎，水中天，退后一步就可以海阔天空咯，很意不错。叫做水中天，我有中毒的，因为英文名叫深寒，深寒呢就是修行的团队，这你来这里是修行。那第一天我们谈到了怎么可以演化，人怎么可以自己决定怎么演化呢？修行就可以演化，我修行要好玩的，修行不好玩的话，这个人生就很麻烦。我从前呢，我姐姐不知在不在，姐姐不在了，她可能不想听我说。
那我姐姐跟妹妹呢，大概有年轻的时候呢，跟了朋友在聊天，然后我到家里边呢，看见他们在聊天，我一跑进去，他们就笑啊笑，这我的洗手间回来，一见到我又笑啊笑，然后我回来逼着他们告诉我他们在谈什么事情，为什么冒笑。他说什么男人不能嫁，几个女孩子在谈什么男人没有嫁，那我想已经嫁我了对吧，这种这个怀疑性的来，因为为什么见到我笑呢，啊，原来谈什么男人，给我不同的逼供他们之后，所以我讲出来也不是坏男人，也不是这个没有诚信的，也不是喝酒，这个都不没问题，闷死人的男人。所以我在想啊，如果修行啊闷死人，不是等于嫁了这个闷死人的男人，那叫修行，不可以嫁。所以第一的是非常有趣的修行方式，才是21世纪的修行方式。所以我欢迎你们将来在这里喝茶，谢谢。留在台上。我们现在呢，这场是在线上的直播，啊，您看着这个 camera， 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的这个刚才没有直播的都有。哎呀，你这个的话怎么告诉我在直播？要的就是这个记性，太危险了。我们的这个网上的网友呢，基本上都是90后、95后、00后，那您对他们有什么寄语吗？看着我们的 camera， 让我这个。我最近有一个网友问，他就给我，他给我一个，我说这个现在18岁的35岁，他是他们，我说18岁35岁最注意的问题是什么，对吧？他说第一个，他要注意人生的他的意义跟目标，怎么去方向用好。第二个，他说怎么去找到自己的伴侣。跑这个生命啊，这两条是最注意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两个问题我听了之后，在我的直觉的资源下，我就感觉伤心，因为我听到的是我迷茫，我寂寞，这里有迷茫汤跟寂寞汤，你来喝了之后我解决你们的迷茫跟寂寞，欢迎你们来这里喝汤。